嫩妹们说话黏 TT， 姐姐实在看不下去。年轻妹妹啊，来，那比方说来看到玉林哥就很开心，可能就会跟你讲一个什么鸟。鸟，然后就你好还鸟，一来你就对男生讲鸟，你要讲清楚嘛，包容，对，就没有，就玉林哥就来了，就会讲说什么，像我今天看到玉林哥，我整个人就没了，没了，我没了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